这个那个《生活报》也有，生活报啊，哦，也是今天吗？哈，啊，胡一山8点钟，啊，就是说。Thank you.
Saya telah menghadap ke bawah duli Yang Maha Mulia Seri Paduka Baginda Yang di-Pertuan Agong pada jam 12:30 tengah hari tadi di Istana Negara. Dalam sesi menghadap tersebut, saya telah menyerahkan warkah peletakan jawatan saya sebagai Perdana Menteri dan seluruh jemaah menteri di bawah perkara 434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disebabkan saya telah kehilangan kepercayaan majoriti ahli Dewan Rakyat. Hey, 大家晚上好, 看得到吗? 风起云涌, 十面埋伏, 欢迎大家收看, 请大家随时文字 call in, 提供, 不同的见解。 刚才那首乐曲呢, 大家可能觉得蛮好听哦, 那是, 古典华乐, 十面埋伏, 正好反映目前风起云涌、十面埋伏的一个局面。 大家好，我是周忠信， 是行动党柔佛的周议员。 今天很感谢三位时评大师同台评论对谈，相信必将能够满足从各个角度分析看待本次首相下台的民众。今天呢，我们分三轮的对谈，首先第一轮我们会就关键时刻政治决定的最重要原则来提出看法。 第二轮，我们会就目前政局动荡风云下的最可能变数，来提出看法。第三轮呢，主讲人会呼应民众的意见留言，而做出总结。在每一轮前面这两轮呢结束之前呢，我们也会请每一位主讲人互相呼应和对谈补充。所以我们大概是一个小时半，这样的一个。 节目，我们都知道，虽然有法治、有法律，但是政治动荡呢，常常是因为政客私心太重，因为政客是随波逐流、随缘而变的。政治家呢，尽其一生都是为整个国家设想，随缘不变。那么我们穆希丁今天辞职，证明了按照宪法第43条4。 失去一半以上的大多数呢，就算你有最大组的票数，同样不能够以少数政府的姿态来继续执政。然后马来西亚的国家政治体系呢，也从我们之前比较令人担忧，国盟政府一直强调的单一种族与宗教政治体系呢，有了新的转机，或许得以回到我们世俗国家的政治体系。 我们看到目前各方势力、土团呢摇摇欲坠，不统几乎是三家分晋，加上西蒙、沙捞越 GPS、 沙巴、老马，很像是战国七雄注入中原势力此消彼长，都在合纵连横呢，想要组成大多数。那么我希望呢，大家秉持从政的初衷，也希望我们。 不久将来的新政府呢，具备解决目前我们严峻疫情和带领经济复苏的超凡能力。我也不知道目前谈判的情况会不会有可能组成联合政府。不过西蒙呢，因为有安华、有李文才之类的人才令人对于目前经济复苏跟解决疫情会比较有信心。 可以主导去处理这两大目前我们马来西亚面对最严峻的挑战。最后呢，我想引用一下孙中山所说：“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我们大家要想的是，不是为了领袖，不是为了首相一人而工作，而是为了国家设想，为人民工作。这个作为一个开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按照宪法的43条4，还有宪法的另外一个条款呢，一个条款是关于首相辞职，
那个条款呢是关于挑选首相。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经历了像去年二月的一个政权的更迭，然后大家对宪法也更有认识比上什么课都有效。OK， 今天我们请三位大师我们先请维新，王维新，他曾经在国会担任过长期的统筹的工作那么有请维新先开始来。谢谢。好，谢谢主持人 YB 中心好，所以今天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大的那个变化我们又换政府了。那么2018年的第一个政府呢是一年八个月，那么第二个政府呢是一年五个月，所以接下去这第三个政府有可能会更短所以如果说第三个政府它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它要做些什么，那么从这一个过去不管是2020年的那个喜莱登行动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个变化在这个宪政的部分在政治的部分，还是说今天这一次过去这一两个月我们所经历的，那么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马来西亚呢还算是一个相当新的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那么这几十年以来呢我们过去没有什么换政府的这一个经验更加没有这一个常常换政府的经验所以这一个2018年以来的这个变化让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就是未来比如第十五届大选之后可能还是会有2018年至今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换政府的这一个情况所以当换政府变成一个家常便饭那么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是我想接下去的这一个首相和他的政府需要去处理的以便呢我们在面对当我们再一次面对需要换政府的时候我们能够用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去处理这个换政府的一个情况。好，那么我今天要谈的重点就在这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看今天首相呢和国家元首本身都有这个文告和首相的直播，那么告知大家首相的这个辞职他接纳了那么这一个元首里边提了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呢是看守首相 Take Prime Minister 那么第二个呢因为这个疫情的那个关系那么他听取了这一个选委会主席等人的这个意见之后，那么国家元首认为不适合大选这个东西说明呢我们的这一个原本的首相穆尤丁在觐见元首辞职的时候也同时要求解散国会那么元首的这个说法说明呢他接纳这一个首相的辞职，但是他否决了这个解散国会的这个要求，那么同时呢他委任这一个穆尤丁作为这个看守首相。那么看守首相呢穆尤丁本身已经有说了他的那个权力和这一个正常情况下的首相是不同的是少了很多的那么我们看这一个虽然联邦宪法里边呢没有写明这样的东西但是呢宪政的惯例里边当我们参考其他的这个西敏斯议会民主制国家的这个运作呢是有这一些这一个宪政的这个惯例或者先例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我想这一个看守首相他有几样基本不做的事情他呢不推出新的政策他呢不推出新的这个预算，他呢不进行这个新的这个人事委任，那么他也不签署这一个新的合约我想这些点里边呢接下去我们最要关注的，特别是媒体最要关注的呢其实是那个合约我们可以从一些国家呢过去经历这样的一个例子来看呢新政策呢一般上不会推出，因为他推出新政策呢我们很容易知道
因为政策呢是跟国家国民各个领域有关的东西，我们会知道有什么新政策。但是呢如果有一些合约静悄悄进行啊，我们不一定知道。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监督是需要的哦。好，那么我想今天我们经历了这一个换政府的这一些波折之后啊，我们看得到说除了政治的那个操作以外呢，另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这整个宪政的这一个先例或者惯例呢未得以形成未得到一种巩固，或者说我们呢在面对不同的这个惯例的那个选择底下呢，有时候呢一些原有的惯例它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变局里边呢去形塑新的这种惯例，那么对马来西亚的民主化呢能够产生一个更正面的作用，在未来的这种整个政局的发展里边。好，那么今天我想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换政府呢一个重点就是不信任动议跟这一个信任动议。那么我用不信任动议来谈我想是更贴切的哦。因为在任何些民主因为民主制国家里边呢不信任动议呢事实上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我们讲说 common sense, 它是一个应该允许发生合理的一个朝野都应该认同的形成的一个惯例。但是在马来西亚呢不信任动议却是那么辛苦才能够发生。好，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辛苦呢？因为我们的这一个联邦宪法到我们的议会常规里边特别是我们的议会常规呢给予了一些限制。那么这个限制呢让这一个首相和这一个议长本身呢都采取了一种手势让我们的这整个换政府呢除了面对政局的这个政党的操作呢在这个宪政惯例的部分呢没办法能够一个形成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作用。好，我们的议会常规里边呢它规定这一个不信任动议呢要14天的通知。那么 列在这个议程表之后呢它是一个我们讲说非政府事务他要政府事务处理完毕之后呢才处理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过去呢从2008年以来也面对了很多次，我们已经知道说一个东西当它不是需要优先处理的一个议程在国会里边呢，当它变成一个非政府事务在后面排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到最后呢它是没办法得到处理的。那么所以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经历了这一次换首相的事件呢，未来如果再次经历这样的事件特别是今天在一个多党竞争的情况底下，这个东西它可能变成一个常态啊。那么我们要怎样处理呢？我想我们需要形成新的惯例，宪政的这个惯例，我们也需要这一个去修改这一个议会常规。所以我今天要谈的是说经历了这一次的事件之后啊，我想我已经不再谈说国会改革的重要性，而是谈说要怎么做。因为国会改革的重要性我想越来越多人都知道了，但是东西要怎么做呢？我们的国会啊，其实呢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国会的议会常规委员会，它呢就是去修改这个议会常规的一个委员会。所以今天呢这个新的首相有了之后，有了他的这个委任了他的内阁之后啊，他需要处理什么事情？除了当前这个疫情，他需要去处理把这个疫情相关的东西处理好，不管是这一个接种疫苗，不管是这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不管是社会层面的问题等等。那么他在这一个宪政的部分呢，西敏斯因为民主制的这个部分，我想呢他需要着手去处理，他有这个义务去处理，不管谁做这个首相和他的内阁。为什么呢？因为当莫尤丁做这个首相的时候啊，不管是西蒙作为反对党，还是不管是这一个武统作为这一个西蒙里边对不起国门里边的这个造反派啊，那么他们一直在批评讲了很多东西，那么讲说这一个莫尤丁首相
讲了这一个内阁的议长，这个不做那个不做，那么这些东西你批了很多，所以今天呢，如果你进去做了首相跟内阁呢，你是有义务，而且你这个义务呢，是不应该等到下一届大选之后才做，你是应该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多里边呢，把这个东西完成。这个我想是公民社会呢，是这个民众呢，是能够对这一个新的首相和这个内阁呢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要怎么做？第一，我们的这个国会的那个议会常规的委员会啊，在过去一直以来都有，谁做这个委员会里边，怎么样委任啊？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过去呢，这个委任呢，它其实有一种我们说分猪肉的一个情况，就算是今天你再设立多20个、30个这一个国会遴选委员会，但是如果你的这一个如何把这些议员委任进去这一些委员会呢，没有做一个有改革意愿的一个思考，也就是说用分猪肉的方式把不同的议员分在不同的这一个委员会，只要每个人都分了委员会就算工作完毕。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已经可以预知这些国会改革的东西呢，到了第十五届大选应该都还没有进行，或者都还在半路上你要有效的做到这个事情呢，这一次我们要要求国会的议会常规的委员会呢，委任什么人进去呢是很重要的这个人这些人呢，不是这个人，他是一批人，这一些人要委任进去呢，第一他要有改革的意愿并不是来自西盟的就一定是有改革意愿的国会议员，虽然西盟是一个讲究国会改革主张改革的这一个联盟，这个东西我想我们都承认，我们也看到了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努力，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但这不等于说所有西盟的国会议员都是有改革意愿的，这是第一点。所以你要委任坐在这个议会常规委员会的国会议员必须有改革意愿，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必须有能力，有改革的能力，有自行的能力并不是做了国会议员呢就有改革的能力跟这一个自行的这一个能力。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要要求坐在这一个议会常规委员会里面的这些议员呢，不能够随随便便分猪肉放进去就当做分配工作完毕他必须要符合这个改革议程的这一个条件。好，那么第二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议会常规的这个委员会，我想第二我们要对未来的这一个首相，未来的这个首相呢，跟他的这个首相署掌管国会的部长，跟他接下去所遴选出来的这个议长呢，这三个人物都要有这个要求，必须把这一个国会改革里边的几个重点要优先去处理。那么我的要求，我个人认为公民社会要提出的要求，第一个要优先处理的就是要去处理不信任动议，让不信任动议呢成为一个优先处理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可行的，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天方夜谭，它是在其他西敏市因为民主制里面都已经有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澳洲的国会过去在改革之后经历了他们本身的历程，它已经写在它的这一个议会常规里边这样的一种不信任动议，你不能够把它当成一般的动议。一般的动议呢，你可以要求14天，你可以放在那一边没有优先处理，但是不信任动议呢必须得到优先处理我想这个东西呢，在我们今天经历了这一个换政府的波折之后呢，我们应该看得到怎么样的一个原则很重要。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先不谈谁做首相对这个国家更好，这个是等下第二个部分的问题。我们这个第一个部分要谈的问题是，不管谁做首相，在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在我们已经摆脱这个一党独大，在我们进入一个多党竞争的一个情况呢，有一个原则很重要。这个原则就是，你要因为基于今天多党，各党有各自的实力的情况底下，那么国会呢，必须要能够体现这种各党的这国会里边的这个实力，那么这个实力的那个展现呢，必然是要通过国会的这一个改革。所以第一个东西呢，你要有公平的游戏规则。那么这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呢，首先就来自于处理这个不信任动议。
要让不信任动议的处理呢变成一个常态，变成一个优先处理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好像搬大石头多么辛苦的事情，好像一种西西弗斯搬上去又跌下来的一个情况，纷纷扰扰、哦、没完没了。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对于未来不管谁做首相，谁做那个首相署的部长，谁做那一个议长，都要有的一个要求、哦、那么第二，我想我们要去监督谁是接下去的这一个议会常规委员会里面的这一批国会议员、哦、任何国会议员呢可以在这个媒体里边主张国会改革，我们都很欢迎。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这一个东西，当你做了国会议员，更重要的是你坐在这些委员会里面你做了什么具体的成果、啊、这是第二点。在我们经历了2018年之后呢，我们要有的一个民主素质，我们不能够再只是在媒体上看一些国会议员主张一些重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满足了，就停在那一边了。我们经历那么多事情之后，我想去到国会我们要看到一个具体的成果，而且这些成果呢一年多的时间呢是必然能够处理的。我们从这个木油丁儿，当他在辞职之前，在他的这一个政府垮台前夕推出他的在这个邀请这个反对党支持提出他的七大改革议程，我们就看得到了很多的这些改革议程不管谁做首相，他的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这些东西可不可为，而是你有没有这一个改革的意愿。只要你有这一个改革的意愿呢，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能够落实的。所以今天经历了这些事情 之后 不只是西盟一个主张一个有改革意愿的一个联盟，甚至包括这个五统，包括五统在内，我们看到这一段期间呢，五统的这个副议长阿扎丽娜提了很多有这一个符合有这个民主素质有这民这一个西敏斯议会民主制的高水平的这一个政治论述改革的论述，他针对这个议会民主制提出了很多看法。这些看法呢过去基本上没有这个议长或者副议长提出来，不管是有没有这个能力还是有没有这个认知还是有没有这个意愿要提，但是阿扎丽娜提了出来。所以我想接下去要对阿扎丽娜讲的话就是，我们很开心作为公民社会看到你提了这样的东西，展现了一个有水平的论证，然后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今天如果说接下去首相是来自五统，那么你阿扎丽娜来自五统呢，你就要落实你所讲的这一些改革的东西，而不是再次的论为一个纯粹是反作为反对党的时候，作为造反派的时候提出了各种进步的论述，但是当你坐在那个岗位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又是一拖再拖，一直有理由，从 A 理由到 B 理由到 Z 的理由、最后可能到了大选都还没办法、具体的这一个、落实。所以我想今天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为什么重要，除了要有公平的游戏规则、当这个面临多党竞争，也因为今天的这些主要的政党呢都做过了执政党，我们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反对党是永远反对党，执政党是永远执政党、哦、谁都没有经验，执政党没有反对党的经验，反对党没有执政党的经验。我们今天的政局呢是每主要的政党呢都有执政党的经验反对党的经验，所以你今天讲的每一句话呢在网络的年代我们都会记住你讲的话。所以我们的要求、哦、这是很基本的原则，当你讲了那么多之后，当你作为反对党的西盟，当你作为造反派的武统，你讲的这些东西接下去如果你做首相，你的内阁你就有这一个道德的义务去落实这一个、改革的这一个、议程。所以我想、这是今天、为什么我要提出这样的一个、东西、哦、那么、等一下呢如果其他的东西、还有时间的话呢、我会再谈、我先讲到这一边，谢谢。好，谢谢维新。维新刚才提到说在这个多党竞争下、国会改革要如何做，然后他具体提出了关于不信任动议。那么这个呢来临的柔佛州州议会呢我也会提出这个、不是提不信任动议啊，而是提说把不信任动议呢作为一种、惯用优先处理的动议。好，第二位我们请永强、潘永强博士，有请。
感谢主持人中心还有各位这个朋友。那么我们今天是发生了这个过去三年来第二次的这个政府垮台。刚才文信有提到一些部分呢，有些我可以稍微回应的，就是他有提到说在看守政府期间什么事情是不能做什么事情是可以做。如果往后我们的政府的更换会比较频密，而不像过去60年以来相对的稳定，那么可能我们就要把政府交接的过程要订立法令，或者把交接的过程法制化。在一些总统制的国家，因为他们每4年或者每8年就一定要换政府，所以这个政府交接是有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法制化之后，你就可以避免有些人输掉这个政权，晚上回去 office 烧档案、烧资料这种事情发生。谈到这个宪政惯例，事实上这个东西我倒觉得还好啦。它的问题在于说，我们立国的建国的历史比较短，我们政治的这个变动过去是比较缓慢，所以我们的惯例累积的比较少。那么如果以后民主化或者是政治转型比较急速，比较快速，那么这种惯例可能就会慢慢越来越多，累积起来就可能会形成一些可以参照的。美国有200多年的这个宪政历史，它很多事情都可以从惯例里面找到。那么英国更不用说了，任何奇奇怪怪的事情可能都会在这个历史的背景或者惯例里面找到可以依循的一个参考。刚才维信有高度评价我们的这个国会副议长阿瑟琳娜，如果他的评价这么高，显然就超越了我们西蒙时期的正副议长我们的副议长尼克敏也是很优秀很杰出的嘛，对不对？不过这个是题外话了。我们在这个 COVID-19 时期，在过去1年半里面，马来西亚的政治经历过很多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件或者风波。我们换了2次的政府，我们进入全国性的紧急状态，我们的国会停止运作，事实上我们只差军事政变没有发生而已。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混乱或者是非常这个困难的一个时期。如果刚才维新提到的一些体制改革或者国会改革要能够落实，因为未来这个国会未来这个政府的任期可能最长也不超过2年，那我们就可能需要考虑接下来这个新政府要有一个怎样的组成或者怎样的一个姿态。如果没有一个全民的政府或者团结的政府，任何有企图心的这种体制改革或者国会改革是难以执行的。如果未来这个政府依然是一个少数的政府或者是一个脆弱的政府，那我们是不能够期待它有任何的大的作为。那它的任期它的能够持续可能最多也是1年，因为明年到了2022年，这个政府大概已经接近4年了，它可能就接近可以去改选。所以如果现在我们要谈在这个关键时刻组织政府的或者是未来政府的一些原则，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认真的思考，趁这个时刻要组成一个危机的内阁来应付当前的社会危机跟国家危机，一个全民的政府，一个超党派的政府。目前如果任何一个阵营最后取得政权，它肯定也是一个脆弱的或者是单薄的政府。如果国盟这个框架继续维持它重新执政只是换人不换政府，它可能也是只有115席它跟穆希丁政府那个脆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个朝野的对抗朝野的冲突也是会持续上演的。那更不要说另外一个阵营，这个泛西盟，他们现在最多也是105，那如果他要执政他距离这个门槛也还有一个距离，
更不要说他成功组成政府之后，他是一个稳定的或者是一个能够持续的政府啊。因为如果这个范西蒙阵营上台，他同样也会面对过去两年那种认同政治啊，那种族群宗教政治给他带来的一个压力啊。现在我们的局面比2018年更严峻，甚至比2020年3月份以前更复杂啊。我们面对的是政治的、经济的、公共卫生的啊，以及啊财政的一个压力啊。基本上现在是接近一个啊这个社会啊崩溃的边缘啊啊。那如果未来的政府依然是一个权力上、权力基础上还是单薄的，国会没有明确的多数，它很多事情是不容易发挥作用，甚至包括这个重建经济、恢复民生啊。如果在危机的时刻，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吁朝野政党或者是我们的政治领袖拿出这个担当或者是魄力，或者是面对一个历史的要求应该考虑组成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个危机内阁或者是大联合政府这个大联合政府需要暂时的达成一些妥协，暂时的搁下一些分歧，或者是说政治的停火、政治的休战，来先优先处理我们面对的一个困难或者是目前的一个复杂的局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两天这个行动党有些国会议员跟穆希丁沟通，或者是希望建立一个和解的公司或者是 CSA。 那么当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社会舆论一般上是并没有正面的去给予这个肯定因为即使是这个 CSA 或者是说支持穆希丁政府以少数执政，它也有很多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当然我们明白了，我们明白政治人物或者政治精英要在一个艰难的时刻或者关键的时刻要做出选择、做出判断是很困难的，甚至也会面对很多两难的这个抉择或者是天人交战那可是在8月13号，就是黑色星期五，穆希丁公开宣称的这个气象改革，或者是这个跟行动党、跟某些反对党的和解的方案，他之所以遇到很多阻力或者社会的评价、舆论的不认同，因为时机不对这个民意的这个要求也比较不能够接受，以及它的后果事实上也不见得很乐观所以在这个时刻谈这个 CSA 或者是少数政府支持穆希丁继续执政，尽管有它的策略考虑，就是避免武统回来或者避免武统的这个盗贼统治重新回朝，但是它面对的是民意实际跟后果上的一些复杂的效应。因为政治上经常会有一些联动的效应的，政治是一个有机的联动的一个效应，当你做出一个行动或者选择的时候，你的对手他也会有反应的，他不可能根据你的预设、根据你的原本的想法维持不变，他也会有做出反应的如果这个行动党或者是在野阵营跟穆希丁的这个CSA 能够落实或者能够上路，它马上会造成第一，国盟内部也会有分裂，西盟内部也是有反弹，行动党内部也有分歧，它同时造成三条战线的复杂的一个矛盾跟分歧。所以它跟你所预想的那种单纯的要避免武统回朝可能来得更加复杂或者是更加难以处理而且如果你是谈 CSA 不是谈联合政府，那么这个在野党依然还是在野党，他不可能也没有条件进到体制内，或者是不能够分享这个政权，
那么他反而要为这个国民政府的施政未来一年两年施政的成败负责任，因为你支持这个少数政府 你要为这个武黑丁未来他的施政成败概括承受负责任，而且你是依然在野，你没有掌握权力，你也没有进到去这个政府体制里面，你不是联合政府的一个成员，那么你只能看武黑丁在继续表演，可是你并没有这个话语权或者是比较大的影响力。那况且我们从武黑丁所透露的这七个改革，这所谓七个改革，如果凭这几个条件就可以交换少数政府或 CSA，这个交换的成果是不显著的，这个交换的成果是不够丰富的，不够这个可观的如果朝野双方谈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个比较更重要的或者是更完整的体制改革他甚至可以谈到出如果能够谈到出一个马来西亚的光荣革命那种成果出来 OK， 可能我们必须要考虑但是不是吗？他谈出来的七项这个一些所谓的政治改革某些程度上有一些只是国会的正常化，国会的运作正常化，他也还称不上是所谓的制度改革，那么有一些只是让朝野议员有更加平等的这个地位，包括预算等等，所以用这种交换出来的谈判的成果来继续扶持穆黑丁政府，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那如果延长这个大选到2022年的7月，那我们还有大概接近一年的时间，让穆黑丁政府，让这个战斗性非常强的一个政府有喘息的机会。穆黑丁为什么要排到，或者是他同意到2022年的7月才大选？他的盘算他预期。未来两个月三个月疫苗的这个接种的工作大致上可以达到一个阶段达到一个阶段，那么从年底开始到明年的五六月大量的去这个重建经济，不管是用贷款或者是撤资预算恢复经济，那么到了明年五六月如果经济或者是中小企业有了一些这个恢复或者是喘一口气的这个时间，那么很多选民不一定要在2022年7月份选举的时候再换一次政府，因为大家已经感受到过去一两年的那种压力，生存的经济的或者是政府不稳定的压力，那么到了2022年的7月不一定每个人就像2018年那样还要再换多一次政府，即使此时此刻大家对穆黑丁政府很不高兴，或者他名望很低，但是一年后的处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谈判的过程 CSA 如果操作上比较圆熟一点，操作上比较熟练一点也许他的反应不会马上受到这么大的一个质疑或者批评可是他没有让社会有一些心理准备，没有让舆论有一些 先行的部署，那你就在这个公共舆论上或者是社会群众的心理上它造成一个很难以接受的一个局面，所以这个 也包含着这个政治操作的手腕或者是圆熟的这个程度当然很多人也会提到说你跟一个背叛的出卖过你的一个对手做这种和解，那他可能跟你要跟敌人你要跟你的长期的敌人这个握手会来得更加难以自圆其说，或者是缺乏正当性如何去说服你的支持者，你的这个盟友，你的同志，那有人会拿出来会拿去年2020年财政预算案前在野党跟国盟谈这个信任与供应协议 CSA 相提并论，其实这两个事情是不能够
相提并论的，因为时空环境是不一样的。去年2020年年底，某一天政府要通过预算案，它可能不一定能够顺利，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也面对很严峻的疫情跟经济如果预算案不能通过，它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政治跟经济的效应。所以那时候用 CSA 来协助或者是为穆希丁的财政预算案护航，在那个时间点它是有某种正当性的。可是现在经过紧急状态，经过国会停摆，经过甚至国会开到一半我们的卫生总监要去介入要去这个检验这个 COVID-19。所以这种局面时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这个时刻在操作这个 CSA， 它有它的一些不可行的或者是难以操作的一些困难。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之下，在当前的情况之下，组成大联合政府或者跟五统促成一个全民政府，比支持穆希丁这个 CSA， 比支持国盟的这个少数政府更有利于政局稳定，更有利于未来的一些防疫或者是重建经济，也更有利于短期内促成一些政治的停火或者政党的一个休战这是我这个环节要讲的我就先谈到这边，谢谢。好，谢谢永强。永强提到时空环境很重要可能那个时空环境所提出的 CSA 跟目前可能不一样那历史事件呢也证明了这一点不同时空环境所提出来的条件和那个反应呢会有很大的落差接下来我们有请黄进发博士那就请进发。好，谢谢钟信很高兴跟维新和永强同台讨论这个问题。那我首先要提第一点，我们的宪法在草拟的时候是处于一种某种程度上相当单纯的角度出发的。怎么说？如果你去看宪法第42条，里面谈到看守政府，他没有用看守政府这个字，但是第42条2的最后一个部分谈的就是看守政府。它里面这个看守政府只提到是选后，就是国会解散后新政府上任之前的那一段时间才有看守政府。换句话说，他完全没有准备说你在国会，就是国会没有届满之前可能会换政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从马哈迪到穆尤丁退位辞职之后被委任为看守首相，其实在宪法里面找不到直接的依据，他只能引申出来。那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今天已经超出当初单纯的想象，在马来亚独立，马来西亚立国的时候，实际上的那个想法就是族群之间的矛盾才是唯一的矛盾，所以只要把所有人组织成一个大联合政府你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一开头联盟 Alliance 就是这样的想法。沙巴沙劳越和西马和马来亚和新加坡组成政府的组成新国家马来西亚的时候，沙沙两州的政党也仿效同样组成沙沙的联盟。所以我们的想法里面是没有办法在实际运作中早期是没有办法想象说你会有说其实两个对立的联盟能够分庭抗礼，因为觉得说我们族群那么多元，如果大家不在一起的话一定会出乱子。好，这个形式要到90年，因为巫统第二次分裂，第一次分裂是达多欧那一次，第二次分裂形成了四六精神党之后，从登古拉扎利
80年代末90年代末安华，到2008到2010年代末马哈迪穆伊丁的分裂出走，巫统的这个我们叫英文叫 splinter party， 就是他的他分家出来的这个政党为在野党提供了领袖，所以我们看到有所谓两线制。然后一般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不管你是在最早期的时候，你想象说哎，这个联盟是站在中间的，然后你要吗，如果比如说在半岛，你要吗就是市政或者是后来的这个行动党，另一边是巫统，另一边是伊斯兰党。所以这些人这样想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说这个政治是黑白分明的，在政府你就是卖足求荣，华人觉得说马华卖足求荣，保守的穆斯林觉得说你卖宗教求荣都一样。到两线制的时候大家稍微调整，但是还是黑白分明。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多党，就是超过两个党的竞争。从雪拉顿事变到今天，我们其实是第二次经历中期的政府替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那我是整体上是正面看待的，虽然你会发现说有政治动荡，而且不新鲜是在疫情期间，但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面对，而且它事实上是可以作为整个国家政治成熟的转机。因为如果我们陷于旧的想法，觉得说政府要么就是一党独大，一个阵线独大，要么就是两线对立，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个政府的多数可以不是自己独立拥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想象说，如果你今天要解决这个乱局，我们就一定要组织大联合政府，这是非常英国，而且我必须说是二十世纪英国的想法。因为十九世纪的英国呢，其实都没有稳定的两党制，所以政府倒台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今天党说这个预算投票不预算不过倒台，这个元首御词不过倒台，他们是皇帝或者国王或者女王御词不过倒台，或者说这个不信任投票倒台，这些都是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奠下来的这个机制。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我觉得整个谈信任与预算协议的重点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你真正能够确保稳定。所以这一点上我其实是呼应维新的说法。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从2020年开始，其实就是你实际上是一个宣空国会，宣空国会就是无党过半，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跳跃旧式的想法，所以做政府的人还是要摆出一个大老板的姿态。在国盟政府成立的那一个星期的星期四，巫统的副主席卡利诺丁就讲了，这是一个国会议员自己组成的政府，没有一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至少巫统不算。换句话说，从一开头这就是一个宣空国会。那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戏拖了17个月之后终于爆发，因为当中有这个政府在治理疫情上的失败，有挑战皇室的这个败笔，所以这些让巫统找到发火的机会。那么为什么我强调说这个信任与预算协议 CSA Confidence Supply Agreement 是更重要的方法呢？因为第一，你要的是如果你确认政府掌握的多数是要在国会过关的多数，它不一定是要本身的多数，那么你的姿态就会更加谦虚。
我们谈协议的时候，不要想象说你是一个少数政府，你拉拢一个党派，然后你有了多数就签一个 CSA， 不是。很多多党制国家的执政党是签超过一个 CSA 的，因为你跟不同的政党谈不同的条件，为什么你要各方去拉拢这些政党支持你呢？因为你不要让任何人达到威胁啊，达到威胁你的目的。所以这样的想法是我们按照就是英国式20世纪英国式政治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但是你去看纽西兰，纽西兰在1996年之前是比英国政治更英国的，因为它真正是两党制。96年之后，它到2020年中间这24年有八个政府，六个是少数政府，不管是少数一党政府还是少数联盟政府。但是你有看到说纽西兰乱吗？你看这个纽西兰的总理 Jacinda Ardern 女士，她2017年上台的时候，她是少数联盟政府，然后又跟绿党签一个 CSA 才有多数，但是她处理疫情是全球最好的其中一个国家。除了说你是因为偏居海岛一隅，所以你没有那么多人进出之外，更重要的是整个纽西兰的政治在24年里面调整的非常好。他们没有人觉得说我今天掌握大权我就要赶尽杀绝，我要把我的在野党逼到角度。每个人都知道风随时会转，所以你的政治才会稳定。所以我大概要十分钟了。那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乱局里面，你要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稳定。这个稳定不是把所有人拉进来做政府就会有稳定。为什么呢？很简单，如果这个说法走得通的话，那么这个国盟115席，最开始的时候是113席，应该很稳啊。西盟倒台之前是139席，为什么有这些席位都不能够稳？而且他怎么样避免他不稳？他就是派更多官位啊，让更多人做部长做副部长，所以一般民众都讨厌。如果三个马来人民马来穆斯林为主义为主的政党都没有办法维持团结的话，你今天把所有人拉进来，你觉得会有团结吗？所以我们要，除非你的做法就是派更多官位，派更多官位只会让民众更加反感，因为大家觉得说你们在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分官位，不分官位你认为这些政党愿意进去吗？为什么呢？进去政府之后就要被为政府的政绩背书，如果他为了要背书的话，他要做东西就是想办法挂更多资源为下届大选备战，这些又是让民众更加反弹的。那 CSA 的好处是什么？ CSA 的好处其实就很简单，因为今天大局为重，我们不要让你倒台，总要有人做政府，但是我不想跟你做政府，因为可能跟你做政府我被你这个什么妥衰家，我被你带坏那个我的名望，可能是因为我跟你有本质上的差异，所以我只让你活下去，但是让你活下去我要换什么条件？所以那整套东西就是穆尤丁最后一分钟提出来的那个想法就很简单，不是因为这个人有什么争议，是这个人必不得已没有办法不做这样的选择。那事实上这七项够吗？不够。刚才永强谈的那个说我们要怎么样制定法令，在共和联邦国家他的做法叫做内阁手册 Cabinet Manual， 你把宪法很多常规的东西没有办法在宪法里面写得很详尽，你就写下来。所以 Bursi 提出说今天不管谁要做首相都好，你们应该在议程上竞争，
给我们十项改革。这十项改革不是因为这是民主的好事，是因为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解决在野党跟你斗的问题。今天谁做政府都不容易的，这是事实。你为什么要让大家承担责任？就是没有人可以在外面讲风凉话，这是很现实的政治，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理想，这些是怎样活下去。政治人物可以活下去，政党可以活下去，民众可以活下去，所需要做的。谢谢。好，谢谢金发。如何活下去啊？金发刚才提到说，在马来西亚现在出现那种多党竞争啊，多党竞争有没有可行性？有没有可能性？那么我也提一下，刚才有民众也提到说，一些问题啦，包括说，永强刚才提到说，我们看到穆希丁有公布了气象改革嘛，一种谈判的一些结果。那么气象是否不够啊？还有更多项的一种更多的改革啊？那么在进入第二轮之前，我们让三位主讲人简短的一两分钟回应一下其他主讲人的一些内容，然后我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要谈一下，目前动荡的局势下最有可能出现的变数是哪一些。我刚才还有提醒我们的后台，我的助理吴专龙女士，如果突然有新闻说已经有出现首相了，我要马上插播。OK， 来有请我们三位主讲人有什么要对对方的一些呼应吗？维新。我可能一起谈你刚才讲的第二个部分的那个问题。就是从刚才不管是我还是永强还是金发谈的东西，我想进一步谈的是说接下去啊，他的那个政局包括说第十五届大选之后的那个情况呢，我想这里边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跟现在也有关系的，就是好，如果我们讲说谁呢是我或者我想我们很多人希望可以做这一个执政党在这一轮的我想很多人答案是西蒙了。那么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的是安华能够做首相，那么这一个西蒙能够重回2018年的这个西蒙再次去组织这一个政府。那么这个点呢，我想它跟如果今天首相是来自梧桐那么不管他是用国盟还是一个不同的这一个政府的形式但是首相是梧桐呢他的一个区别是说，如果是西蒙做政府，安华做首相呢，那么我们有一个基础可以参考的是说他某种程度能够延续这一个2018年西蒙 1.0 的时候未尽其功的改革议程他做了一些部分有一些部分做得不错，有一些部分做得凌乱有一些部分呢还未完成。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推行，所以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我们是有理由相信是比较高的。好，那么如果是梧桐做首相呢我们首先呢就不是谈这样的一种基础因为它变成是一个不同的基础因为梧桐在2018年之前过去它作为一党独大的这个政党呢我们可以说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意愿但是这个2020年的这一个喜莱登行动以来呢国盟的这个框架里边，我们看到梧桐呢的这个造反派特别是在过去的这半年里边呢他的这个造反呢，同时呢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论述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个国会副议长这一个阿扎琳娜好，所以呢但是阿扎琳娜没办法代表整个梧桐，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是梧桐
出任首相呢，我想这一个所谓的改革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要在一个过程里边要用一个更长的时间去推动。当然尽管如此啊，今天的条件已经跟以前不同，今天不管谁做首相啊，我想他没办法完全忽略或者不理会民间对于这一个改革的这一个诉求。当然 他比较可能展延这一个改革的呢，是因为基于说现在呢要全力在处理这个疫情的这一个问题那么甚至我想从这一个过去这几个星期我们看五统的论调就是包括吴清团的团长等等基本上有一个看法，就是他们这一次希望说这个政府呢是一个短期的，也就是说他不单会是2018年以来这第三个政府，这三个政府里边最短的，他同时呢纯粹就是要处理这个疫情，只要疫情的情况一处理好一可以大选呢他就已经准备要大选。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想他就更加不会在这一个这一次出任政府的情况底下跟你处理这个改革的这一个议程啊。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呢，我想这一个大选，第十五届大选呢各个主要政党在这种多党竞争的情况底下呢，在到底他们会承诺些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纲领，民间有这样的要求，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从这一个2018年的经验呢，不但是做政党的人有了经验，不做政党的人，我想不管是作为选民，作为民众，作为政党的支持者，作为这一个民间团体等等，我们的认知都已经提高了。我们马来西亚社会今天已经不是以前那么粗糙，那么容易被带着走，我们都有了一定的那个认知，包括我们知道哪一些东西可以怎么样子来谈，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我想如果今天的首相来自梧桐，那么他提的方式只是要完成这个疫情他就要解散国会，那么我们有理由针对第十五届大选对他们提出我们的这一个要求。好，那么我要提的另外一个点是说可能是延续刚才金发所谈到的，我想一方面呢比如说我会认为让安华来做首相，让西蒙回来做回到2018年的西蒙政府啊是更有条件去推动改革。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来到这个第十五届大选呢重新洗牌的时候，在多党政治的情况我们也同时要摆脱一个我们讲说比较简单或者比较这一个纯情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我有一个这样的看法啊，政治人呢他在公共的层次上呢很多时候是理性的，也就是说他是充满这一个政治考量的不会因为说这个人有理想或者没有理想他就没有政治考量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政治人脱离公共层面，在私领域的层次上呢是有许多主观的欲望的，同样的这个主观的欲望呢也不会因为他来自一个有理想的政党，有改革意愿的政党，还是来自一个没有理想的政党，没有改革意愿的政党而变得不同。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政治人呢我想他是一个综合了理性的政治考量和主观欲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为什么政治人物呢是有野心的，事实上有野心呢不是我们担心的，我们担心的是游戏规则公不公平，能不能更公平，让有野心的人在一个更公平的平台上去竞争让更有能力的人，更有改革意愿的人等等有这个机会，那么带给马来西亚一个更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野心呢是无限的，这种无限的野心我们不担心，我们要求的是更公平的
这个竞争的平台，但是呢国家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呢不管呢有怎么样的野心，不管是怎么样的政治考量还是怎么样的主观欲望，我们有理由要求，因为国家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但要有一个公平更公平的这一个竞争的平台，我们需要的是对这些有野心的政治人呢，一旦他作为首相作为内阁，他必须有一定的对于这个国家资源的分配，如何才是公正的，他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一个认同啊。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提这种改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民主化的进程重要，而且它不但重要，在今天呢多党竞争的情况下呢变得更有这一个机会。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2018年我们用尽全力还不是这样，现在还要做什么看戏就好，我想不是这样的哦。我们可能当你不知不觉在这样讲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呢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改变，比如说过去你不能够讲的东西越来越多东西可以讲，过去呢你不能够在主流媒体得到大肆报道的东西，今天能够得到更好的位置去报道，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民主化的条件呢已经在改变中。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呢要更积极，多党的一个政治的情况就是说不管谁做首相，不单是今天竞争首相，接下去竞争谁能够进去做部长和副部长，或者竞争第十五届大选谁能够胜选呢，不单是这一些野心在竞争，我们这一些民众，我们这一些政党的支持者，我们这一些民间领域的人呢，我们也有竞争能力，我们同样要有我们的这个活力，不然你是跟不上时代的。也就是说你有那么多政治人物今天呢变得因为有野心有了条件有了竞争优势展现了更多的活力，而我们这一些民众呢如果只是回到纯粹是一种很唯心论的觉得说哎呀东西是改不到的，最后还不是这个情况啊？那么我想是我们这一些民众本身放弃了，而不是这一些从政者放弃了。所以我想今天呢这样的一个政局啊，我们不但要看到这一个政治人物的层面，我们也要看得到我们这一些不管你在什么岗位，只要你不是部长你不是议员，但你始终是这个国家公民的一个情况底下，你的那个角色你的那个能动性是很重要的哦。我先讲到这边。好，谢谢维新。维新刚才提到说在这个动荡的政局下希望演变成马来西亚有一个更好的个改革的落实。就是有点像鲁迅那首诗啊，叫做他说绝望之为希望。绝望之为虚妄是虚假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大家还是对未来怀有希望。那么永强刚才也提到大联合政府政治停火。那么这个整个动荡的局势下目前有没有各种变数，有没有这种落实的可能，那么除了那七项提出的改革有没有另外七项另外十项能够做得更完整促成更大的一个改革让各方都能够接受，而各方呢是否能够接受呢，好像现在好像各方都互不相让有请永强。谢某一天在他最后一次比较完整的这个电视讲话里面，就是8月13号黑色星期五他的七项改革。当然我们如果要这个期待更大的改革或者幅度更全面的一种突破，我们可以列很多项目七项十项二十项都可以。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理解民主转型的过程或者民主改革的步伐有时候是要分期付款式的进行民主改革有时候不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不是说一次过就完成一次过就一步到位，在很多这个民主转型成功的案例成功的国家里面都是要有耐心的有阶段的分期付款式的民主
不可能我们在短期内或者是第一个轮替的政府里面，第一个政党轮替的政府里面就完成太多过去都无法去处理的问题对他来说他会超负荷，负荷过重。在西蒙二十二个月的执政期间某种程度上就有遭遇到这种问题。不同的社群，不同的这个群体对这个西蒙政府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最后这个政府并没有办法符合得了所有的这个压力，因为很多人都希望说过去六十年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要毕其功以一役，可是成功的民主转型往往是需要分期付款的，点点滴滴的我这个政府可能完成三五项关键性的或者是奠基性的一个改革，未来其他人其他的政府是延续或者是接棒这样子的话，我们对这个每一个政府的期待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要求，而不是说超乎他的能量。那刚才金发有提到少数政府有他的一些这个好处或者是特点，那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在民主巩固的国家或者民主这个制度已经上了轨道的国家这个少数政府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社会的共识，或者是也有操作的一个惯例。但是对于第一个政党轮替第一个政党轮替还没有完成的任期像这种少数政府它不是不能够实行或者操作，可是它需要更多的一种政治上的要求或者是操作上的技巧。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考虑那个政治变迁的时空环境，纽西兰可以，但是不一定其他的民主新兴国家或者刚经历民主的国家，它民主还没有完全巩固下来，那很多这种比较属于这个先进国家或者是这个民主稳定国家可以运转的一些模式，不一定能够马上适合在我们这个时空环境里面，但它也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理解或者是冲突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或者朝野之间有某种这个默契可能才会有条件成长，有条件落实。那我们就顺着谈下去中心的这个第二个议题了，未来短期会怎么发展。我们没有内幕消息，我们没有独家报道，所以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爆料式的一个回应，那我们只能从一些已透露的讯息或者是公开的一些这个消息来做一些讨论那现在是三条战线在彼此竞争这个首相大位那么第一条战线武统，那么第二条战线国盟里面的特别是土著团结党，那么还有第三条战线就是西盟在这个穆希丁辞职了之后，首相这个大位就空出来，三条战线都同时的要问鼎中原。那么在我的角度来看可能武统这条战线是最快会达到终点的武统这条战线因为如果他只要他达成一个妥协或者一个共识只换首相不换政府换人不换政府同时也不换政策，那么他可能是比较容易达到这个终点，就拿下这个首相的位置西蒙安华他有很多关卡要去克服他内部的整合，他105个国会议员里面要有成功的整合出一个人选或者是一个团队，然后同时他也要超过111的门槛，那对他来说这个路途会稍微遥远。那么这个国盟或者是土著团结党他应该是相对来说是最弱势的，因为他的首相已经被出局或者是被淘汰，
那么他已经面临了一种内伤啊，内伤。所以对他来说，对土权党或者国盟这个战线，这条战线来说，他的这个难度会更大，他的条件会比较弱。那么穆希丁政府为什么经历了大概十五个月会垮台啊？当然很多很多原因啊，这个疫情啊，这个经济，还有这个国会的多数啊，包括王权王室的这个压力啊，都是导致穆希丁政府这个垮台的一些背景啊。但是我要谈的就是穆希丁政府之所以在短短十五个月，甚至他一上台过后不久就面对这个挑战跟压力，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这个政府是缺乏包容性，他这个政府是无法容纳其他政治的力量，他这个政府是赢者全拿，他这个政府是希望能够独占权力，即使是对他的亲密盟友武统，他释放出来的也是有限的，他赢者全拿，他要独占权力，他不妥协不协商，他没有跟朝野协商，甚至他国盟内部的协商可能也不见得很顺畅。尽管这个政府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具有这个马来人大团结政府这个优势，在马来政治马来社会这个号召或者这个旗帜对他来说是一个优势来的，可是最后也成为这个政府不稳定的一个根源，或者是垮台的一个根源啊。其中一个导因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包容心不足的政府啊，妥协心不够的政府啊，也不愿意协商啊，也不愿意这个分享权力。那么这种政府在民主转型的阶段啊，是比较不容易存活的，或者是比较不容易生存的，因为这个政治跟这个时空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在一个威权的时代，或者是一个一党独大的阶段，那么这种态度、这种手法，也许可能还是可以有能力有资源去稳定这个政局。但是我们经历过二十二个月的这个不同政权或者是一个民主轮替的一个经验，社会不同的力量也在崛起，或者公民社会也已经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包括他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强大的反对党，而且是具有执政经验的，所以你这个弱势的政府，你这个可能勉强只超过半数的政府，如果是赢者全拿，或者是独占权力，不协商，不妥协，不尊重在野党，那么他可能就会陷入，很快就陷入这个僵局。所以这种战斗内阁，或者是这种滥潮的内阁，到处去惹火的内阁啊，是不符合民主转型阶段的一个需求，不管是在权力结构上，或者是社会的期待上以及要应对危机的一个客观条件。那么当然再加上穆希丁个人的条件的问题，穆希丁是一个传统的老派的政治人物他不是一个有现代感的政治人物。那么相比穆希丁不管是马哈迪尔，不管是安瓦，在这种对现代的政治的理解，或者是现代的这种认识或者是一种愿景的描述能力等等，都比穆希丁优越在经历过一个民主风潮，或者是一个群众风潮，完成历史性的政党轮替，一个传统的老派的政治领袖，他面对危机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局限，他没有那种描述未来愿景的一个论述能力他没有一个跟团队整合或者是领导团队的一个有效能的政府治理的一个能力，他没有快速的应付这个危机处理的一个能力，这都是穆希丁本身的一个缺陷。他的长处当然是有，就是他熟悉这个体制，
熟悉体制的运作，因为他是传统老派的政治人物，他熟悉政治的操作，他知道哪里有人，哪里可以找到他要的资源，可是他没有办法应对或者是处理现代政治民主转型这个新的时代的一个要求，这是某一届政府或者他本人的一些困难或者是弱点，所以新的政府如果要存活的比较久，或者希望能够在来届大选可以连任，他需要解决或者是避免穆希丁所经历过的、所遭遇到的，或者是要超越穆希丁政府的一些弱点，或者是一些不足之处。新的政府不管是哪个阵营他即使不是大联合政府，可能是某一个阵营例如国政或者是国盟继续执政，他也应该要保持一定的政治上的弹性或者灵活性因为这个时代的要求来的各种不同的朝野力量都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一党独大时代的那种权力的不对称新的政权他必须是要有包容性，他必须能够承认或者是接受朝野协商的这种客观的需要，他不能够权力独占他必须要分享这个资源，而且在新的这个民意的时代或者是社交媒体的时代一个成功的政府他也要有那种沟通能力或者咨询的能力跟社会不同利益团体的咨询。穆希丁政府在过去一年半的执政，严格来讲没有一次真正的记者会，面对记者的、面对媒体的那种这个提问或者是媒体的挑战他没有一个认真的一个公开的媒体发布会都是有选择性的或者是单独的一个直播他这个沟通能力跟社会的一种互动或者是跟利益团体相关的stakeholders 这种咨询的这个意愿是不高的。那么不管是以后由国盟、由国政、由西盟来执政，他都要认识到这个时代不一样，政治环境不一样。那最后我要讲的就是经过这十五个月或者是一年半穆希丁政府的虽然他带来很多这种波动或者是反复他也充满着一个压力，他也让我们有很多惊喜，因为他经常有新的防不胜防的一些措施跟宣布。但是我们也看到第一点，我是同意金发所讲的，我们的制度的确是有某种程度的成长因为制度必须是在冲突当中慢慢寻找出路，制度才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成长。至少我们确认了这个宪政体制失去多数就要下台，或者是失去多数就要面对这个不信任案的投票。穆希丁这一次表面上他是辞职，其实他是要逃避，或者是他已经输掉不信任案投票他只是提早的辞职，因为他已经预期他会输掉不信任案的投票。所以这个一年半个月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的。穆希丁他在他卸任前的几天丢出了刚才所讲的他的七项政治改革。其实如果穆希丁或者是下来的政府能够抓紧这个机遇，抓紧这个政治改革的机遇，有可能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历史时刻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穆希丁政府就是国盟甚至包括回教党都某种程度上接受一些政治改革的主张，那么下来其他的政权、其他政府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借口去阻挡或去拒绝刚才所谈的那几个政治改革所以他开启了一个政治改革的时代，尽管可能不是在穆希丁手中落实，但是成功不必在我吗如果以后这些改革的推动或者进程
是可以启动的，那么我们也要把一定的这个 credit 归功于穆伊丁啊，虽然不是在他手上完成的。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庆幸的，就是在这一年半穆伊丁政府，虽然有很多很多冲突，很多困难，但是马来西亚的民主的框架基本上还存活，我们的宪政体制基本上还有一定的韧性啊。朝野政党啊，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这个冲突，有这个博弈，有这个角力，但是基本上还算是在这个民主的大的框架里面啊去进行的，没有通过体制外的或者是暴力或者是非法的手段啊，所以也让我们还可以勉强这个接受或者是继续的维护这个宪政体制，因为它还可以有操作的空间啊，即使是最高元首有时候采取一些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行为去介入这个过程，但是他也做出一些克制，或者是他也是有所的这个谨慎啊，来处理这个危机跟僵局。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也有收获也有一些成长并不是完全就是负面的。好，谢谢。好啊，谢谢永强。哦，我们的穆伊丁差一点成为马来西亚改革之父，对吧？哦，当然他这个国盟啊，从一个马来大团结单元独裁政府啊，不过这个也是延续马来西亚一直以来的政治问题和框架，就是人才不是以人才 为任用的标准哦，所以这个能不能够通过这个动荡的政局变化，能够过渡到好像金发刚才提到啊，能够像我们看纽西兰他们的比如说抗疫的表现非常非常好。因为他们不断的调整策略，他们也跟各方呢签下 multiple 的 CSA， 那么这个抗疫的调整在马来西亚就没有看到了，不管你进入什么阶段，他的抗疫 SOP 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希望病毒减弱吧。还有请进发，谢谢。谢谢我们谈 CSA 大概是去年七八月的时候开始谈，那么那个时候大部分支持人都没有听过，所以从一个角度上去看，如果大家觉得这些东西太新奇，一下子承受不了，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是技术层面，事实上比较大的问题不在技术层面，是心态层面。怎么说呢？如果你长期就是你看马来西亚，甚至是台湾，因为它是从一党独大到两方对立。两个阵营对立，在这样的民主化脉络中呢，我们是很容易变成像小时候看牛仔戏，我们会问爸爸妈妈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所以理解政治变成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如果你是原来党国体制下的受益者，你就会觉得说反对党都是坏人，那如果你本来是支持反对党的，你就会觉得说所有在党国体制下的都是坏人，人民就是跟我同样看法的人，跟我看法不一样的那里是人民，这些都是敌人。这种观念不管你是在华人在马人在什么人都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心态上跳出去的问题。刚才永强提到说民主化这政府会不会负荷过重，的确有可能，因为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阶层来看，一个是社会利益团体的要求，第二是政党竞争，政党互相竞争政党的要求。为什么要把它分开呢？这两个当然是有关联的，分开的原因是这样，如果你要的改革是在社会层面上波动太大，那么整个国家可能就完全动荡不安，因为大家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所以西蒙碰壁的地方在哪里呢？有一些是很明显是有族群性的，比如说你谈有族群性不代表是种族主义，有族群性就是说他的受惠者或者说自以为的受害者呢，是以族群来界定的，比如说统考的承认，比如说 ISIS， 这些是很明显的，
因为你社会上需要有 buy-in， 不是政治人物的 buy-in， 你要社会上有 buy-in 才能够过。那甚至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中文士群或者华人士群觉得说我们要那么多公务员做什么，把那些冗员砍掉，这样可以省下钱，这是很理性的想法。从马人角度去看，那你其实就是要让马人更穷，所以那个反应不是经济理性，不是你是经济右派，是你是华人打压马来人。所以这些改革呢是不容易的，因为你一定要谈好一个配套，我要你接受这些改革换回什么。第二层次的改革呢，纯粹很简单，就是谁坐庄。那么输掉的人，那你要怎么样，你会得到怎么样的对待，这是朝野之间的分配。因为原来的一党独大的体制就是我哪完啊，你本来就是坏人，你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等到你这个改朝换代之后，上台的人也会觉得说，你看我代表民主，那么你们是坏人啊，我打压你没有错啊。这个想法在西蒙里面是很明显的，一开头的时候刚刚执政，那时候谈到说国会议员拨款执政党的是一年50万，在野党的是一年10万。后来其实你加上选区服务中心是10万与80万，等到西蒙下台的时候是10万对380万。但是西蒙的支持者呢不觉得有错啊，你们这些人贪了多少国家的民脂民膏，今天让你吃亏一下不应该吗？这种报复心态是很明显的。你去看台湾的情况，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国民党的追杀也有同样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这样的结果呢对民主化不会有利，因为谁上台大家就要追杀彼此，冤冤相报何时了。那如果你去看这一次穆尤丁提七项，第二项呢是派遣，剩下六项里面呢综合了七项改革，有两项是特别有趣的，因为是摆到明对在野党对竞争对手好。第一个就是对选区的公平拨款，全马国会加上13个州议会只有一个州做到，霹雳州。因为霹雳州巫统是改革派吗？当然不是。霹雳州巫统去年12月上台，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他跟西蒙签了协议，他是靠西蒙的手段支持上台的，才能够压得住土著团结党，所以他开的这个条件呢，州议会没有什么权利，所以他在政策的部分他就让州议员去参与县级的委员会，这些是很实际的，让你觉得说你有东西可以拿到。穆尤丁提出的更有趣的就是首相任期限制，这是安华都不做的。如果安华当初还没有上位之前就说好，我上位之后我要推动限制两届，你其实就让那些要打他把他打下来的人觉得说我可能可以容忍你，你最多两届，但是他都不要做。这些改革绝对不会有社会动荡，因为你的在野党只会更高兴，他觉得说你愿意容忍他活下去，他一定不会跟你斗的。而且你引诱他变成比较有建设性的在野党，他在族群性的问题上也不会跟你斗，因为他做政府的时候他就要面对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大家很多人觉得说国盟上台我们一定很惨，我在一上台的时候就说不会很惨，为什么？一做政府当家不闹事你就会受念。所以你看伊斯兰党在穆斯林社会里面被骂得很厉害，什么你像行动党一样变成进进党，以前说要推355现在去了哪里？国盟被马来人骂得很凶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说要治这个疫情，要清真寺关闭，为什么工厂没有关闭？工厂难道比真主重要吗？这些问题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过的。所以这边回到去现在说，我们应该要看到怎么样的结果，怎么样的改革最重要。今天的很多人一部分是因为
莫由丁咎由自取。另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社会对政治讯息的接受是非常简单的，包括舆论领袖，甚至有时候是学者。我不要点名舆论领袖，但是 有舆论领袖甚至会去到说，哎，这个我们死了12000人，那都是基本上都是穆尤丁的错，今天一定要穆尤丁下台，甚至我们要一个推一个马格兰国家行动理事会上去，把专才来治理国家。那不只是马哈迪啊，还有一些舆论领袖，就是活动家都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们的想法上是说穆尤丁代表了整个体制的败坏，把他拉下来一切就会改变，或者从他拉下来开始之后这些部长全部扫掉就会改变。他们没有想过技术官僚是没有办法号令天下的，今天甚至君主都没有办法号令天下。所以如果你硬要排除政治领袖由技术官僚治国的话，你最后靠谁？你最后靠的是军队跟警察。我们不会去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想象中政治人物是很讨人厌的，这个是事实。OK， 部长很多人是很讨人厌的，这个完全合理。但是真相是什么？我们的决策是谁做的？我们的决策是两群人做，正副部长和高级公务员，高级的技术官僚。不只是 Nohisham， 大部分 DG 跟 KSU 他们事实上是做决定的人，他们只是把那个决定交到部长面前，让部长去调整包装出去。部长有分别吗？当然有。比如说如果你今天Adam Baba 去做凯里的位置，我们的这个施打疫苗的进程一定完蛋。你把凯里放去卫生部，卫生部肯定会更好，但是他们并不是足以决定整个大局的。今天很多决定是高级公务员在做的。那当你在紧急状态下的时候，这个过程甚至不是通过内阁来决定，他把它转移到国家安全理事会里面，六个部长，两个高级公务员，一个军队的就是军队的这个总司令和总警长。这样狭隘的政治基础，你怎么样避免他做出的决策？他有两个问题哦。一个问题是你人少你就可能会有盲点，所以一些问题你看不到。当你把在野党排除在外，当你把政府的后座议员甚至其他部长排除在外，把所有州政府排除在外的时候，你就看到为什么政府的政策有时候朝令夕改，因为他没有想清楚。这是结构性的问题，不是因为部长笨的问题。任何人继承这样的想法，你都会出问题的，因为今天的世界比几十年前更复杂。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政治责任。你在今天这样的危机下，正确的决定大家不一定知道，就算知道，很多时候这些决定是不受欢迎的。刚才我说对穆斯林虔诚的穆斯林来讲，你要关清真寺你就要关掉工厂，不然你就是重视经济蔑视宗教。那如果你按照这样的做法的话，你怎么样去治国？其实如果今天是西蒙的话，西蒙会面对的这个种族性的打击会比远远比今天更严重。今天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是违反直觉的，因为今天这个政府是马来人为主的，所以这些疫情上需要压制的问题他们都不会被打。他的问题当然是他不够，他也不敢，比如说他不敢限制佳节期间回乡，不敢管得太紧。但是如果你放西门上去，西门管得紧的话怎么办？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是，第一，扩大这个，它是同一个解决方案的，扩大决策的政治基础。你要把朝野党派拉进来，在不同的时候有机会发言，这样你避免盲点，
什么问题就有人提出来，而不是有人打电话去跟部长讲说，哎，米蒂能不能给我一封信，能不能够排除外。这些利益的妥协过程是公开的情况下受到监督的。第二，因为大家一起做决定，大家承担后果，承担后果就没有人背后插刀。所以如果你今天所有政党都在政府里面决定说，我们假期期间要限制大家回乡，我们要继续关清真寺，你当然比只有少数政党做容易啊。不要以为西蒙的政党就不会打这种问题，你看马来文的这些社交媒体，你就会看到说，西蒙的一些政党可能在很多时候是很正面的，但是碰到这样的问题有机会打政府的时候，为什么不打？因为你把我排除在外，为什么不打？所以我要总结的东西是，你要好的政府，你不能够让在野党变成破坏王。你要怎么样让他不变成破坏王？除非他太小，如果他够大，唯一不让他破坏的方法就是在一个程度上分享权力，让他相信明天可能是你做政府，你今天就闹事，明天等到你做政府的时候你怎么样当家。这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哦，跟族群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些改革一定是可以走得通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走下去，我觉得今天谁做首相当然有很多东西可以谈，但是比谁做首相更重要的问题是首相要做什么。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要求，到最后你可能就是两个星期都谈不出一个结果。看守政府可以做基本的决策，但是绝对不敢做任何艰难的决策，因为它没有正当性。第二，你的后果可能像刚才永强讲的，这个原来的115席大家再抱在一起，好，什么东西都没有改，你换掉穆尤丁吗？然后会更好吗？不会。所以我们要的是，今天好处是因为没大家都没有正当性，谁上去谁都想要做，要有一点正当性。那如果你有一个框架把所有人绑在一起，分到一些权力，那就首先没有人背后插刀，第二，这个时候是我们可以要求的。 Mercy 提十点，我只要补最后一点，是我们提的第一点。今天我们不应该去谈国家行动理事会把选举民意代表排除在外，民选民意代表排除在外，我们要做的是成立一个联邦州保联邦州保卫生与经济理事会 Federal State Council on Health and Economy， 把联邦州政府、联邦在野党跟13州的州务大臣全部放在一起，最重要的决定由这群人来做，然后内阁其他东西可以内阁去做。这其实就是用它来取代现在尤其是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做法。那这个理事会当然可以拉更多专才，但是你不能够排除政治人物。今天我知道很多民众很讨厌政治人物，你讨厌政治人物的结果，你把他们排除在外，你到最后你可能迎来的就是士兵跟警察决定我们的未来，不是他们要，而是你到最后你要用到一个行动理事会的时候，没有枪你怎么能够确保你的号令可以被民众接受。谢谢。好，谢谢金发。政治人物固然令人讨厌，但是还是需要的，就像金发的分析，又讨厌又需要，哎呀怎么办好。对，那么我们的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宁也是提到他提到首相人选，他说希望这个新的首相也好，新政府能够解决抗疫的问题，能够解决经济复苏的问题，希望变成一个有人见人爱的政府跟首相了。那么最后呢，就是也感谢民众们在线，我们在同时在线刚才有3000左右的民众，可见这个议题呢人民都很关心，马来西亚国民素质还是很强的。然后刚才谈了各种问题，相信这是改革必经之路，马来西亚经历这个洗礼呢，整个体制会更好。然后我们也感谢今天的 Guinea TV 的转播，
还要感谢东方日报的转播，还有感谢火箭报的转播。然后在结束前，我想问看三位主讲人有什么要补充的啊？如果有吗？我只是一句话，就是呼应刚才金发讲的这个选区拨款哦。除了金发讲的那个包袱啊，另外一个我想，就是如果今天，特别是如果西蒙再去做政府啊，你必须要能够看到这一点，就是在你第一次做政府的时候，你不愿意给予这个朝野同等的那个拨款。那么在你又变成反对党之后，你又再次在那边靠北靠不完，所以这一次你如果再回去做政府呢，请确保你真的能够同等拨款给朝野政党啊，我想这个是很起码的一个要求了，谢谢。来永强还是金发 ？OK， 既然主持人给我们机会做补充，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两分钟了。我们从回丁这个政府垮台要吸取两个经验，第一就是宰相啊或首相啊必须是宽大的包容性的，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也是跟金发所讲的，要扩大这个决策的基础啊，不管是在官僚体系或者是跟朝野协商，以及是你的盟友，所以首相人选啊，他不一定是最聪明。最有能力学历最高，但是他的个性是应该是最宽容的最宽大的。美国其中一个成功的总统就是里根总统，80年代的，他不一定是最聪明或者是读书读得最好的，可是他最有沟通能力他最容易跟这个盟友或者是政敌沟通，而取得他们的一些法案上的一些通过。所以首相的个性是首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虑。那么第二点就是政治领袖啊，必须要有历史感。我不讲政治人物，我讲领袖。政治领袖必须要有历史感，特别是在政治转型的时候，他们所做出的选择或者他们的判断可能会影响我们未来的这个政治发展，或者是在长远的历史上会留下痕迹的。所以如果政治领袖缺乏这个历史感，他在台面上只是权力或者是只是一个斗争，他可能会错失很多很多的一些机会。穆希丁可惜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本来是曾经非常纳吉决裂，他跟反对党结盟，而且他最后也摆出一个比较不争取大位的一个姿态。如果他能够保持这种历史的高度跟眼光，他可能未来在历史上他是有他的一定的地位的。那当然他最后他提出一些政治改革的主张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正面的。但是由于他没有历史感啊，他没有在今天的卸任的演说里面一句话都没有提到他的这个政治改革的主张他没有想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他连最后的一个演说他都不要去呼唤未来的这个新的政府继续做这个政治改革。你看温家宝有人称他为影帝就很会表演温家宝在他最后一个记者会都还是讲政治改革，虽然他知道做不到，但是这个是一个姿态或者是要展现一种历史感。所以政治领袖要宽大，第二要有历史感这是我的一个评论，谢谢。好，我要说两点。第一，我们不能够把政治看成牛仔片，只问谁是好人坏人，我们应该把它看成金融小说，正中有邪，邪中有正。第二，政治不是爱情，你不需要政治人物对你真诚，政治人物对你许诺的时候，他能不能够实现诺言，很多时候如果他不真诚，就看他有多行事有多危急。如果他的行事足够危急，你要什么他都会给你，不是因为他真诚，是因为他需要生存。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 sincerity， 是政治人物足够 desperate。 晚安。
好，谢谢金发。好，我们讲了这么久啊，那首相人选还没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消息啊，就是明天啊，各党领袖啊要进王宫哦，王宫有传召。哎，讲了这么久，以为会有插播哦，报告最新的人选啊。OK， 无论如何，谢谢三位大师精彩的演讲哦，所以今天我做主持人也是非常荣幸啊。所以希望这个像各位所期待一样，我们马来西亚走向更好，人民所期待一样，我们抗疫成功，经济复苏。好、哦，谢谢各位，也谢谢我后台协助的、哦、我的助理啊、哦，吴传龙，谢谢各位，谢谢观看的民众。